进堂咏，万民，你们要鼓掌欢腾，向天主欢呼庆贺，阿肋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各位兄弟姐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求你眷顾由圣神所召集的教会，使我们全心侍奉你，并能一心一德，彼此团结。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读经一，攻读宗徒大事录。保禄对俄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圣神既在整个羊群中立你们为监督，牧养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将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要有人起来讲说谬论，勾引门徒跟随他们。因此你们要警醒，记住我三年之久日夜不断地含泪劝勉了你们每一个人。现在我把你们托付给天主和他的恩宠之道，他能建立你们，并在一切圣徒中赐给你们慈业。我没有贪图过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你们自己知道，这双手供应了我和同我一起的人的需要。在各方面我都给你们立了榜样，就是必须这样劳动，扶助病弱者。要记住主耶稣的话，他说过，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说完这些话，保禄便跪下同众人祈祷，众人都大哭起来，并伏在保禄的镜像上口亲他。他们最伤心的是为了保禄说的这句话，以后他们不得再见他的面了。他们便送他上了船。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天主，求你显示出你的威能。天主，求你显出为我们行的大能。为了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众君王必要向你奉上祭献。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也请赞扬上主。
他自永远就是驾驭高天穹苍的大主，听他的声音发出，巨大的声音已发出，你们应承认天主的大能。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他的荣耀光照以色列人，他的神威弥漫天际。天主，你在圣所中可敬可畏，愿天主受赞美。普世万邦，请歌颂天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上主，你的话就是真理，求你以真理祝圣我们。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举目向天说：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当我和他们同在时，我因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丧亡之子，没有一个丧亡。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讲这话，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的两篇圣经讲述了两个精彩的临别赠言。让我们先看一看福音，那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中为门徒们直接向天父祈祷。耶稣知道门徒们生活在世界中，但是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信徒们的价值观和世俗的价值观不尽相同。如何不同呢？在这里呢，我为大家引用一篇公元二世纪的一个书信啊，是致狄奥涅书，写得非常好。这样写道啊，基督徒并不因地区、语言与生活习惯而和其他的人有所区别，他们按本地的习惯而穿衣、吃饭和做其他生活方面的事物，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表现出一些令人注意甚至难以相信的特点。他们被诅咒反而祝福别人，他们受虐待反而尊敬他人，他们受刑时欢天喜地，好像庆祝新生一样。世俗讨厌基督徒，并非因为基督徒得罪了世俗，而是因为基督徒
反对世俗那非分的享乐。耶稣呢，在临别赠言中要求基督徒因着真理而被祝圣。祝圣这一个词呢，它的拉丁文的原意指的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而被分离开来。是的，为了实践真理，我们不惜与世俗那些偏离福音轨道的做法分道扬镳。而这样做的后果呢，耶稣告诉我们，就是分享他的那份喜乐，那是世界不能给予的喜乐。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另一篇临别赠言。在读经一中记述的是保禄在他第三次传教的旅程中，在返回的途中，他知道一旦回到了耶路撒冷，等待着他的将是迫害，他再有没有机会见到那些与他朝夕相处了三年的主内的好朋友的面了。所以在这段话中呢，保禄展现了对俄弗所的教友们那些放心不下的叮咛与嘱咐。保禄告诫信友们要牢记耶稣的教导，不要听信任何谬论邪说，为人要慷慨在财务上，在言语行为上，在态度上都要慷慨待人。正所谓施者比领受的人更有福气。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呢，保禄在讲完了话以后，同大家跪下一起祈祷，大家都哭起来了，他们抱着保禄的景象口亲保禄，因为他们再也见不到保禄了。真是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义凛然的悲壮的气概。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和保禄的临别赠言，他们真正的活出了丰富的人生，他们可以视死如归，他们可以无愧地说向我的榜样学习吧。今天也让我们问一问自己，在我们自己临别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坦荡胸襟吗？我们在临别的时候，我们会有遗嘱，有赠言。遗嘱呢，我们多数是处理的是一些财务上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以有赠言。赠言呢，就是我们的灵性遗嘱，我们希望我们周边的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什么灵性的滋养。我们可以像耶稣像保禄一样做出这样的灵性遗嘱吗？还是我们不得不向周边的人说，请你们千万不要向我学习，像我一样如何如何呢？让我们在弥撒中感谢天主的圣言，愿天主永受赞美，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
酒水的掺和象征着天主使用的人性，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求你悦纳。上主，求你洗净我的罪污，涤除我的铅油。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接纳我们按照你的命令所呈上的祭献，但愿我们为侍奉你而举行的神圣奥祭，能在我们身上实现你圣化及救赎的工程。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完成了旧约的祭献，他为拯救我们而把自己奉献给你，亦同时充当了司祭、祭台和羔羊。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请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吴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我们的主保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真诚的互助来自上主的平安。祝你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愿基督的圣体圣血护佑我们得到永生。阿们。我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生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像你是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分离。阿门，阿门。
请大家祈祷。上主，愿我们所领受的天上食粮，给我们带来你的恩宠，使我们善度充满活力的信仰生活，好能相称的经常领受你的恩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布福音吧，感谢天主。